和我的祖国》。这首歌是一首8/6拍的歌曲，就是以8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六拍。我们用的节奏型是5-3-2-1-2-3。根据和弦的不同，的根音也不同。有 C 和 AM，我们弹5-3-2-1-2-3；EM、G，我们弹6-3-2-1-2-3。每一拍，我们弹两下，1-2-3-4-5-6，这么一个循环。在练习这个节奏型的时候，可以用脚打着拍子。那用到的和弦都是 C 调里面常用的和弦：C 和弦、AM 和弦、EM 和弦、DM、F，非常简单的和弦。我们练习和弦转换：1-2-3-4。和弦转换练习之后，我们带入歌曲，简单的试唱一下。